再请第五代传人张美发一师就座，再请第五代传人曾维博师叔就座，再请第六代传人叶国亮师兄就座。各位师祖、师父、师叔、师兄，今日系我哋武馆三周年开馆纪念，特意向各位师祖、师叔、师兄跪拜，保佑白眉派世世代代光芒四射，前传后教，代代相传。感谢我师公师父。
夜夜锻炼，刀枪短打对决。